各位网友大家好，睇片请点赞及留言，你嘅见解或者能够帮到大家。澳门九月博彩收入同比升15.5%，胜预期。从澳门公布嘅数据嚟睇，九月份澳门博彩收入172.53亿澳门元，同比升15.5%，高于市场预期的14.2%。今年头九月博彩收入1693.55亿元，同比升31.3%，赌收1693亿，超预期。咁讲明赌仔虽然前赴后继涌过大海逼爆澳门，但赌仔仍然是输多赢少，一众赌仔仿佛都跌入了赌博输钱的死循环。娱乐场流行这样一句话，一日澳门，终身澳门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很多赌仔都是经常流连澳门娱乐场，他们当中有些可能是因为赌瘾大，沉迷赌博而经常流连于澳门赌场，有些赌仔可能是因为这次赢得爽而很快就再次过大海，期望一夜暴富，有些赌仔可能是因为输了钱而再次踏足澳门想赢回来。总之无论乜嘢目的、咩谂法，始终迷恋于澳门。其实赌仔在赌博中会不知不觉就跌入了长赌必输、经常赌的赌博输钱死循环。赌王话过，唔怕你赢，就怕你唔嚟。赌王的话讲透咗就是，只要赌仔经常参与赌博，咁样绝大多数赌仔最终一定是会输光的，亦就是大家老生常谈的，赢是过程，输是结果，久赌必输。我们既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普罗赌客们想要赢钱，就一定要避免常赌久赌，要懂得见好就收。赢家都是会放松心态、稳定情绪及会适时离场，不赌为赢。